这两天我在家看《大宅门》啊，我都已经看完了，看了好多遍啊，从来都不腻，感觉有点像在北京的感觉。嗯，然后我发现了这个东西，这个应该是手机防水套。哇，这个防水套感觉好高级啊。能听见声吗？能听见声吗？可以听得见吗？现在太阳下山了啊！哎，你说我是不是沿着这小区第一个可以在这儿游一圈的人？我过去看看。咱们先从这个小的开始游啊。哎，下水，虎子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，这个得憋着气啊！哈哈哈哈！这还有玩扣手滑板车的。这一圈也不老小了。哎呀妈呀，我没戴游泳眼镜啊，上水下给你们看看。我只能蛙泳了，没有办法用我的蝶泳跟我的自由泳，憋着气啊。说的英语，他说这个手机能够防水，防得很好。这一圈游完，这视频有意思吗？哟，物业来了，是不是不让游泳？哦，还没拦我。哇，到头了，这圈游的，游了三分钟啊。视频面，我先游回去，再往那边开。Okay. I don't know. Okay. I go back home. Okay. Thank you. 现在疫情，小区里不让游泳。行了，回去了，回了，好吧。等下次再给你游我们家那个会所那儿那个啊。哎呀，再憋一口气。
好吧，回家了。我还没有游到大游艇那儿呢。拖鞋放哪儿了？看这个应该是到了，还没到胸啊。然后小朋友在这儿肯定是淹不着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哎呀，你看这儿有一个树叶，哇，这感觉游过去也老爽了，是不是？怎么还有音乐？哎，憋口气。到了大游艇了。这个滑梯现在因为疫情把那个水给关了，好吧，下次再游吧。就先到这里了。今天我来他家，要跟他去。今天我约他一块儿去冲浪。金凤儿。我竟然知道密码。我就正在换密码锁啊。啊，换什么密码锁？你们好啊。你好啊。报的啥玩意儿啊？哦，我要去冲浪了。哦，真棒。我也想学。你也想学啊？哦，哇，不知道咱65、66的人能不能学。哦，你也想学？真的假的？哦，真的。哦，你老伴儿让吗？我还想让他也学。哦，你咱们可以一起去吗？我可以先看一次。嗯，好啊好啊好。按照联合国的这个统计，我们还算是年轻人。还是年轻人。哦，好啊，都年轻年轻。走啊，我们一块儿去冲浪啊。你在这儿鼓。你的腿瘸着，你咋回事？我脚疼。痛风了。哇，你这个骨头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萝卜胶。啊？电压力锅。什么玩意儿？电压力锅。高压锅。电的。哦。哦，还是小米的，好高级啊！哇哦，是上次咱们吃那个卤煮那个吗？哈喽金凤。哎呀，你好干净啊今天。要不然要叫金凤。我知道啊，大米不叫金凤吗？不是，它是母的，龙是凤的，凤就是最好的。哦。金凤，金银不保金。那不就是大米吗？也是大米。好吧。你看我这个泳镜都带了。这么专业的包给我来个衬衫。拿俩泳镜。你是几个眼儿戴呀？那天咱们去那个迪卡侬专门买的口罩，不是口罩，就是说你那个眼镜儿，游泳眼镜儿，它不是容易那个起雾吗？抹了这个就不会起雾。我以为你买个哨呢，就让我救你。哦，我打开看看啊。哦，它是涂到镜片上吧？你看，它就像一个小彩笔一样，涂在镜片上，它就有那个防起雾了，特别高级。我看还带了啥？行，没带别的了。你快点，快点！好专业。哎，他戴俩游眼镜，然后是他的潜水包。对呀、啊，我这包高级吗？太高级了，你俩能买的吗？没有，这个是奥特莱斯买的。哇，大牌！我都不想说了，他们老，哎，那些人他老吐槽我的这个消费观念跟我这个什么。我跟你说，我们想玩不错，对不对？一定要。对，我们想买什么买什么。今天咱们吃啥？
大骨头行不行？大骨头，脊骨。什么咱们是啊？没做我的。胡子大脊骨。那我来的是不是我？我来的是不是正好？我先擦一下水啊。哎呀，你给我整的全是水呀，这大面上。哇，你真是一个干净的老爷们儿，好利索。那必须的。哎，这个荔枝搁这边买贵吗？啊，五块多一斤。那搁国内现在多少钱？哟，这是什么呀？奖牌 ，Regents International School， 帕塔亚。你们学校的奖牌？你这得了什么奖牌？这上边没写着字儿啊，这就是跑步。体育。哦，你体育，你跑了第几名啊？哦，这是金的吗？哦，应该是铜的。你们这个国际学校还挺好。一堆哦，你有一。在学校一堆，给我了两个。哦，给了你两个，你都获得了什么奖项？一样呗。一样的奖项，你跑步得了第几名？一样呗。哦。哎，你们班有没有那些外国的小帅哥？咱们只喜欢一个。Summer 喜欢一个。啊，是 Wilta。谁 ？Wilta。哦，那你喜欢谁呢？No。你害羞了？你是害羞了吗？你怎么脸红了？因为我吃这个呢。哦。吃这个呢。哦。那你喜欢谁？哦，维奥塔的跟我名字第一和第二的两个名字都是跟我一样的 ，R A 就是字母两个 ，R A 我也是 R A。哦，你们这个英文名儿。他是 Y， 我是 C， 他是七什么来的？七 O 还是 A 维奥塔？哦，来我考你一个，独角兽怎么说 ？Unicorn。什么 ？Unicorn。三角形。triangle 是什么 ？triangle 哦，长方形。长方形 rectangle。哇，这都会。圆形 circle。哦，还有啥 ？Cube boy。什么 ？Cube boy 是那个立体的那种长方形。立体的长方形，那是梯形吗？啊，不是。立方长方。就这种呗。哦，长方体，长方体都学了。还有 square, a cube, a corn, cylinder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对着我说什么？你这个发音好贵， corn, 好贵族啊。corn, cylinder。啊，好像就没了。我这学费真没白交啊！那今天吃的家常菜啊，西红柿炒鸡蛋，这是炖的大腔骨吗？脊骨，脊骨，这是炖的大脊骨，这个是哎土豆片炒木耳，这是什么？哎呀，把那锅拿来。